放那儿吧。我叫悠悠，是个永远在电脑前的设计师。以前有个梦想，就是组个白领乐队。可是啊，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项目，开不完的会。不如今天就好好散散步，回家好好睡个觉，把明天的事情交给明天吧。你究竟想成为怎样的人？像珍珠花落，我也不